整辆白色的保时捷呢烧了起来，那么燃起熊熊的大火，几乎要吞噬整辆跑车哦。那么当时呢，车主和乘客那么发生火烧车的时候呢，赶紧跳车来逃命。那么现场就在苗栗市福兴山篮球场旁边。打球啊，然后他就冒烟了，我们就出来看他。一开始他就停在路边，然后开始冒小烟。对啊，然后越烧越大。好，驾驶是一名诚信男子，他表示他载着一名女性友人从台北要南下找朋友拿东西，那么用导航的时候呢，来到这个路口，那么当时车子是发出了警示声响，于是跟朋友赶快来下车，没想到呢，下车之后这辆车就开始从后方来冒烟起火。那么车主陈先生呢，跟消防人员表示说，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车子后方水箱破裂导致高温，接着冒烟起火燃烧，那么所幸呢，消防队员到场很快就将火势给扑灭了，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。